对不起，妈一直没能认出你。老板就是佑真，他是你爸爸。代表你就算死在这里，这世上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如果我自白，李泰峰会放过我吗？周华言有两次差点杀死我的亲生母亲，而你是周华言的儿子，你最好振作精神。提车宇说会长的解任案吗？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当上 DL 的会长。韩佑真打算等你爸恢复意识之后，准备要分一杯羹。 我对那职位没兴趣，看吧，妈说的没错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秘密的男人》。